舉辦的聖誕樂繽紛社區音樂會。明天就是平安夜了，我們十分感謝1881 Heritage 被音樂事務處青年銅管樂團在這麼漂亮的裝飾下演出，跟大家熱熱辣辣地過聖誕節。在音樂會開始之前，先讓我聽聽你們的掌聲先。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我們的音樂會了。音樂事務處青年銅管樂團會先帶給大家一首聖誕串燒進行曲Christmas Joy， 一首充滿節日氣氛的樂曲，由幾首耳熟能詳的聖誕歌曲組成，不知道大家又認得幾多首呢？這首樂曲將會由指揮陳佩玲女士做指揮的，那不說這麼多了，掌聲有請音樂事務處青年銅管樂團。事務處青年銅管樂團會演奏的這首樂曲都是經典的聖誕樂曲，就是平安夜 Silent Night 了。今天呢會為大家帶來的版本是短後獨奏的版本，由團長卓爾諾擔任短後的獨奏的。相信大家對小號或者俗稱喇叭就一點都不陌生了，但是短號呢，驟眼看呢其實就好像一個迷你版的小號或者喇叭啦，但其實短號和小號在構造上不是很一樣的，而當中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短號的管道是錐形的，而不是圓柱形的，所以吹出來的個音色都會比小號更加純厚、抒情和圓潤的。今天團長就會用兩款的短號去演奏這首樂曲，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了，咁而家我哋不如就好好欣賞呢首樂曲，再次俾啲掌聲好唔好啊？
哇，咁好聽，不如俾多少少掌聲我哋音樂。